看似相同，实则大不同。六分之一走了二分之一千米，第一，每小时走了几千米，第二，每千米用了几小时。很多矮子在这他都知道要用除法，但是分不清该用谁除以谁。那么老师在这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，你看啊，这个每字呢，你就把它看作是除号，每字后面跟的是谁，你就除以谁就可以了。你看这个每小时走了几千米，每后面跟的是小时，所以你就除以六分之一小时，那就用这个二分之一千米除以六分之一小时等于三千米。好，同样第二个小问，每千米用了几小时，那每后面跟的是千米，所以你就除以千米，二分之一千米，那就用这个六分之一小时除以二分之一千米等于三分之一小时。好，这样的小技巧你学会了吗？